SASUKE 和 TXQQ 双排的魔法书。你真玩吧，你真去约吧。感谢我是顶级沸羊羊的血瓶。有微信吗？我帮你推一下。我跟 TXQQ 双排让 A 勾在旁边看。一对，好吧。这怎么这么吓人？我操！那头吓得想吐！我操！不是我，有人让我去送同期礼物。别割我！我什么理由去送？我送 A 勾啊！我安慰 A 勾。我啊 ，A 在哭了吗？我居会安慰人。有去 C 下面的比赛了吗？我没哭，老师没哭。尽力了，尽力了。A 勾，别哭了 ，A 勾。没有说啊。我就拱火，我在笑。AJ 哭了 ，AJ 羊哭。啊，妈的，打得好难受呀！就是看不到对面的人，你知道就是我看不到对面。A 哥哭惨了。他们知道对面的人跟你没关系。他们知道对面的人是对面的朋友给你介绍的。哎，啊！偷家了没有人要？我这样跟，有跟大家说吧，我今老子偷钩子加 A 钩，穿的舒服，滚！好好好，就是好好好好好我在看他看我，我这样跟，有跟大家说吧，我今老子偷钩子加 A 钩，穿的舒服，滚！好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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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不敢承认，说是不是？我前面有弹幕说什么？说让我 A 勾同期我们三个人三排，帮他培养技术。别说水平，滚！别说虎粮嘛，没别的了，都给通不是都给 T 叉叉说了，说让我 A 勾同期我们三个人三排，帮他培养技术。别说水平，滚！怎么有这只能双排来？哪有三排的？都给 T 叉叉说了，让我 A 勾同期我们三个人三排，帮他培养技术。我怎么可能三人行啊？什么呀？怎么？什么？情敌？要么是我再带两，我再带两个妹妹，一个人带四个妹妹。我哪有？哇操！你看 A 勾这熊样，他还要带四个妹妹。哇操！他妈！我一五年就带妈带他妈四个妹妹玩游戏了。说实话，纯爱战士无敌，牛头人给我死！主播一个月像王者一千分，只用盖伦，只要我把我的盖伦的秘诀传授给 TXQQ， 他绝对封神。我忘了，我有，我操！明天就传授给弹幕老师。我问一下，我不知道弹幕老师有没有女生啊？我问一下。你们如果是玩英雄联盟的话，会喜欢玩盖伦的主播吗？就是我是玩杰阿卡丽的，蓝刀锋的，我是玩那种的。我操，这么会圈吗？我刚他个。你们比一下，就是怎么学技术，你们就懂了。这句话，你不是玩沙环的吗？我操，他这句话比那些。不是，你不是他妈玩他妈带黑的吗？我操！我冷静点。190个水平多少钱啊？玩盖伦跟奥拉夫的有安全感。兄弟，我问的是妹妹，你这 ID 纯道尔哥。盖伦真不行啊！我盖伦打团那么难。盖伦。SASUKE 他瞬间的语气变得很开心。不是 SASUKE 你在干嘛呀？你妈的跟我连人麦，他妈心在另一边，还他妈的有人难过我在。为什么我打三单？为什么我不是打野？我为什么不是打 AD？ 三单永远都是一条单身狗的路，后悔了。别心疼我了，你这把他心里的最喜欢的佩佩又来了。他心里最喜欢的贝贝有点说实话有点乱了。
我已经有点昏了，说实话。我操！我冒烟了。说实话 ，CPU 要烧了，点火了。好，什么时候变佩佩了又？不行，我要改变我的人设。我不能改变我的人设。他们那个中单跟长得很像，手游队。这个够不够啊？这个够不够？不是，不是你给我这个马甲，连房间都跳不了吗？啊，是吗？那个也狠一点的。啊，多狠！最高了，这个是。啊，就这？哎，什么东西？我操！谢谢脚神的虎牙一号，谢谢全世界最好的脚神。啊！这说什么？真中了，真中了。你的呢？他真中了吗？牛逼！哎呦，不是你玩宅真的呀，傻子哥。你说的。一哥在干嘛？外卖多少？我直接来了。啊！我这边有东西啊，兄弟。你想想，你想想，我在你直播间这么久，消费多少？他不可，就是。你让他一起来这个歪歪。一起来玩。听我说完。哎呦。陪伴才是最强情的告白。哎呦，我不行了，我不行了，他只是心脏有点痛，一时的冲动。你看我们这么多年前已经在一起玩了，是吧？啊？啊？我没有，没有，我们都是假的。微信，你把傻子 gay 是真的，我操！你刚刚不是在一起连麦吗？我他看我，我看他，他看我。为什么你不能让我去你们的 YY 呀？要跟我在这边找一个单独的 YY？ 问你 YY 呀？不是 A 勾的牌面呢？这不顶个藏宝图吗？对。哎呦，太夸张了！感谢叫我带大王的雪碧。心脏有点痛。那怎么了？你要去找早晨吗？你要去找他吗？感谢皮皮的血皮。怎么说？我真把 YY 给同西。我被骗了，你们被骗了。你别给他。他说的是真的吗？啊，给他了。你别给他，别给他。我看他俩。他说的是真的。不什么？我从来不骗人的，说什么？没有。用我很爱用风风扣说的一句话。你必须要相信。普通朋友。谢谢 AJ。普通朋友。不是，我跟同西，我跟同西都不算普通朋友。这种 ID 不用练出来的呀。我跟他之前不认识。哦，对不起。主要他之前已经打得很好，我觉得。这种 ID 不用练出来，这种 ID。就我觉得他打得很好。呀 ，OK。这个 YY， 说实话。给他拉不了人啊，他妈 K 神的丫丫。右边是什么？右边是手游队是吧？是的。我看一把，我要去躺着了，我的道心破碎了。我巨会安慰人，你要听我安慰你吗？你别安慰了，大的这么菜，你怎么安慰、啊？不，说实话，真跟你没关系。不在家。真跟你没关系，你中路波波一打三，那怎么办嘛？怎么说傻子哥？你不中路差距的呀？我真得拱火吧？
你凭什么拱火？你他妈，你昨天搞我，我不能搞你啊！你怎么拱火？你凭什么拱火？我他妈把他妈丫丫给同西拉他过来，你别跑吧！不是，我先问一下，你为什么有同西的微信呢？我刚才那么分手了呀，逼过来玩吗？普通朋友啊，又一个普通朋友。对啊，普通朋友啊，我又没给别人送虎那个虎牙一号。但是我怎么就不知道叫我的朋友呢？哦。这么多普通朋友，这么乱吗？还行啊，普通朋友不是很正常吗？她只是你的妹妹，没，真就普通朋友啊。那个小石让我上 YY 啊，知道了，哪个 YY？ 是你。好吧，再见。你会有人给自己的普通朋友送？你我去到你去吧。选虎牙一号吗？选你选择吧你。我就不去了。A 勾必须得来，左右为难。A 勾他必须得到。感谢老，感谢 Love 的旋转木马。哎，来来来，都来，怎么说？全拉过来。都来。来来，都来都来，把 A 勾也叫上，都来。他妈的，都来都来，他妈都在这里啊！集合，今天。还要在这里安慰你，你说吧，你要。等一下，我找一下他微信啊。我无所谓啊，我。无所谓嘛，无所谓，有点接吧 A 勾。不行不行，必须今天大家都在这里，大家齐聚一堂，有什么东西说清楚。不是干嘛说清楚是什么？不，你想想，在说什么？不，到底谁是普通朋友？不是，本来就清清楚楚的，到底要说什么？很多人比你更上。感谢传奇人马斯顿摸马叔。哎，很多弹幕跟上人机，送一千大米啊！一千大米，吃顿饭的事情。随便抽两个装备都不够白银的呀，这样吧，随便抽两个。哎，把那谁叫过来，把小马也叫一下，怎么说？别人要比赛了，要比赛，舰长1998给他送。你要现在还是等他们？你没问题吧？谁送？直接给他提都给他提。我看完吧，看完吧。你们严俊哲的比赛不会有人只能给他送牛蛙吧？啊，分分够。不送，他都要来我这里上攻。啊！哦，谢谢传奇教练马，看一下丫丫号是什么？谢谢全世界最好的传奇教练。啊？啊？没道理。马斯多也加入团战了。还有马斯多，马斯多不行。跟传奇教练这两个字都没道理，在他身上。难道不是吗？我觉得这个名字起得很有道理。行，A 哥这么嚣张啊！平常得罪太爷，现在连 K 神也要得罪呀、啊、！A 哥太疯狂了。打突击比真没压力。感谢腾阳集团老板的魔法书。看了这晚的很不错，发帖。A 哥要干嘛？别，你不要尬吹。那我说实话，你要说实话吗？我吧，实话的话就是，实话的就是感觉你真不会发育，你玩英雄联盟的时候太容易中罚站了。不发育啊，兄弟，带不了线。你指挥一下你队友嘛，等我带两波。不会呀、啊，你跟他说什么话都没有，别中标头了，等我开两，等我发育两波呀。看比赛干嘛呀？不是 A 勾的聊天真能有人，他的聊天模式真能聊吗？那我发了，什么理由呢？就是你不在这边的话，他们都会被开。不好说。你要剥夺他们的指挥权呢、啊？你要拿指挥权？以前 A 哥有点急吧？脑子呀！谢谢山尼诺和 C 九的血瓶。A 哥可太急了吧？你的意思是？你没有长脑子，那换点别的英雄，哇，发育差不多。哎呀，我只会玩一个英雄啊，十连英雄联盟啊，怎么办？你教他玩呀 ，A 哥，找傻子给你教也可以啊。A 哥怎么教啊 ？A 哥玩盖伦怎么教啊？不是你去教啊？知道了。我没事，你去吧，我会，你去吧。他说他十连只会玩个发条，你教他玩阿卡丽呗。那你去吧，我自己玩吧，我。谢谢傻子 K 是谁的血瓶。你去吧，我自己玩。
我等一下。你们这 ID 怎么这个时候感觉这么有用呢？没事，他们安慰你吧，你去吧，再见。他们也都没有安慰完，就让我自己玩。没事没事没事。直接败他的血瓶。你去吧你。你们就搞同期啊，你们就搞。我在这一根待着。啊，那我不去了。不，你去吧，你去吧，你想去就去吧，没关系的。我闻了一下，我闻了一下味道，好吧，主播这一千块，闻了一下，这种时候应该怎么办？感觉同期跟 A 勾好像还真有点东西。还是在拉扯我？我这看你，不是，我操 ，A 勾他这一招以退为进。兄弟们得学吧，弹幕前的单身老师们得学一下吧。以退为进这一波，给同西打晕了，直接。一句你去吧，有点拿捏啊。感谢三尼诺的血瓶。什么意思啊？不送血瓶吗？直接走，一起不屑水瓶，说是。我看弹幕用的呀，你肯定有自己的想法，就好像你玩游戏一样。你没有自己的想法。就好像你玩游戏一样，你不能老是被队友。感谢北川帆的血瓶。我不用学，我真不用学。没有想法，但你又有想法。我跟 A 哥回头打赌，比我们两个人谁瘦得快。同系的血，不魔法书，谢谢。谢谢全世界最好的你，还在瘦？为什么要在我受伤的时候还要让我面临这样的抉择？感谢苏战自杀的血瓶。不是，我说实话，真别选小珍珠了，要掉小珍珠。我说实话，我感觉这种对比之下，我吃亏了。我跟 A 勾比。我觉得我比 A 勾帅，谁同意谁反对？不安慰人，把小珍珠都掉一地了。你跟我说一个加油！感谢 U 型真型的血瓶。傻子跟你说你没我帅，节奏不就来了？不，我想想 ，A 勾敢反驳，我就跟 A 勾打赌，比谁一个月瘦得快。我想想，对不起，我想想。他绝对比我能瘦。哎，明天正大里玩怎么样？明天我们队伍要去吃散伙饭了。哎，改天大里去 KTV 怎么样？学他们。我们已经选择了赵志明同款 KTV， 明天就出发了。那就去吧，明天去吧。那明天不打比赛了吗？你们？还看屁的比赛，我比赛是一点都看不进去了，已经。是啊。而且 NJ 更喜欢佩佩的血瓶。不是谁会在看比赛啊，我是一点都没看啊。一天确实更喜欢佩佩。好，来送礼物吗？走了。这个佩佩是哪来的呀？这个没关系的，这。不是我找人去送的，跟我没关系啊。不，你做什么买一买拥抱也可以啊，佩佩没道理的呀，这个。我傻子哥怎么可能会玩阿卡丽啊？他英雄联盟都不会玩了吗？现在我天天玩。哎，我六月份的时候，我六月份的时候，艾欧里亚王者。现在我技术还没退步，只在进步。不是这样说我们家主播的，我受不了傻子哥，这个我受不了了。他这个有点人身攻击了，他说你不会玩游戏。傻子哥跟Faker，我跟他打吗？我跟他肯定不公平了呀！我现在最后一个英雄。盖伦，他们又不带 BP 的，你怕什么？有人让我跟他 solo， 你还是去吧。你怕了？怕了。为什么？怎么着？不能退缩。让他上号。怎么着？咱，我看一下。我想了一下，咱579236从不怂。让 A 哥上号。懂了。我走，都怪我。不怪你，不怪你，怪我，不怪你，不怪你，不怪你。撸了，这是。还真走了，喂。走了，真走了。真走了。真走了，会来我们这了吧？他红了。没事。我不知道啊，没有，没有，没有。哦，没走。其实还好。我被掉了吗？
被吊了，被两边拉扯了，踢杀 QQ。那不可能，那不可能，我没拉扯，别人要来，咱这边肯定是好好聊天的，咱是规规矩矩的，普通朋友的这个。啊，也是啊，都是普通朋友。来，账号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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上什么号？拍什么？拍账啊！上给收了，上号。那个那个上号是吧？这这看着不是第四了吗？现在上路优势很大。哦，就是那你们现在要干啥？看比赛现在。他说我不会玩阿卡丽，我不虐他。就玩阿卡丽打。我就玩阿卡丽虐他。打不过他怎么办 ？PUBG solo。打过他怎么？打不过怎么办？哎，上次给 PUBG solo， 我最近在玩 PUBG 没找玩出来。怎么又变 PUBG？ 不是他怎么虚了？他怎么比我还虚啊？兄弟们，兄弟们，他底牌一张三，他装队王。一个是打三，一个是打中的。兄弟们，这真选一线那边带节奏，兄弟们都一样。